啊，这间呢？这间我住的、啊。这间你住的？嗯。啊，你无咧困啊？你咧趴这个？啊，这里面这间呢？啊，这里面这间呢？这你妈妈住的？我妈刚刚住的、啊。OK。来，你搜索票先给我，给你。好、哦。发船票了，船票你拿着。在他那边。好，好，好 ，OK，OK。OK, OK快要先从哪间先说？那你的房间，你在这边看一下啦。你的房间先看。对，你在这边看啦、啊，我们没有给你偷走东西啦。嗯。温姓主角的母亲，温姓女子，主要是负责在台招商。另外，王姓嫌乱，自称是台湾地区的负责人。那本案主角，在昨天20日，同步执行行动查缉。将温贤等四人羁押到当场，并查获手机、现金的人民币以及存折账户等证物。按全案，一诈欺、银行网等罪，提升台湾台中地检署。